哥刚参加解放军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胆子小，不爱说话。后来我逃跑了，为啥？因为我怕死。可是后来我又回到了独立营，又为啥？因为你哥的命是陕北的一个老大妈用自己的命换回来的。因为我想独立营，我想营长，我想教导员，我想王老虎，我想老孙头。二哥。解放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啊，你不相信别人，你难道不相信你哥吗？哎，是这吧？是。小橙子，营长，营长，班长，伤咋样了？啊，伤，哎，快好了，有谢主任在，我也好得很快的。营长，这儿还躺着个俘虏呢。哦，是你啊？你不记得我了？要不是我，你那个小命早没了。还那是你男人吧？那可是我让我们营的战士从碉堡里抬出来的。You bitch, get out, shit! Get out, shit! 干什么 ？Get out, you bitch, get out! 哎呀，哎呀，什么你？放开他，小勇，苗姐，你不要怕，他们不会伤害你的。快坐下。小勇，陈营长，你们怎么来了？小博士，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和小橙子。这哪像个婆娘啊，这疯了吧。陈营长。谢护士，这是大伙给你带的。哈，对。哎呀，没啥好东西。这么多。这，哎呀，你看这是王老虎的。这是马全游给小橙子的。这是我送给你的。哎，还有教导员送的呢。啊，对，还有教导员送的，鸡蛋是一连的，这腊肉是二连的，三连的花生，哦，红枣中间，你不也忘了对吧？啊，
阎王可在下面呢。就是，没啥好东西，你让。没事儿，我就是挺想大家伙的。回去以后，帮我们大家好。用我们教导员的话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对，一家人了，一家人了啊！教导员啊，请大家吃枣，大家别客气啊！来，弟兄俩啊，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就在一个营，现在成了解放军，又到了一个班。宁儿子，你要好好向你哥学习啊。教导员跟你说话呢。解放军的时候，教导员跟我说过话了。这话说过不能再说一遍啊。宁儿子，宁金山可了不起，那是炸碉堡的英雄，咱们连的甲等功臣。儿子，你哥哥以前也很怂，老以为你不在了，经常背着人掉眼泪呢。西华池一仗吧，当时我跟二子所在的那个营全军覆没，后来吧，我到了解放营也没有找到二子，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他，还以为他死了呢。我真没想到，后来打叛路的时候，我是被自己的部队冲散了。等我缓过神来一打听，那是工兵连，工兵跑得快，所以我也就捡了一条命。大勇啊，令二子来了，大伙都去看他。哦，我回头就去看他。大勇，以后用我的钢笔，事先告诉我一声。咋了？我的钢笔不好用，我把你的钢笔用了一下，可把你小气的。哎，今天碰到的新鲜事儿可真多啊。啥新鲜事儿？令二子和令金山分到一个班，挺新鲜。这周大勇同志嘛，开始写东西，又挺新鲜。你能写，我咋就不能写啊？能写，当然能写了。大勇，今天到野战医院见到小谢没有？这马全友就没告诉你？你的好意我可是全送到了。我听说啊，你被苗真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啥突然袭击啊？那他就是一个母夜叉，恩将仇报。要不是谢护士拦着，我就把……这当然，我好男不跟女斗。看来啊，小谢又遇到麻烦了。对吗？我走的时候还跟谢护士说，对于这种顽固不化的反动派，要么枪毙，要么就让他去受苦，还要精心的护理，还不能说过分的话，这不是要把人气死？小谢一定是受了不少委屈，要不然他是不会哭的。营长，营长，你也吃几个，可香了。没有，你就不能把你的嘴闭上？嘴闭上。咋吃花生？回来的路上我咋跟你说的？营长说，啥事儿都能跟教导员说。就是谢护士姑，我出去领五百个刺杀。是。营长，谁给我数数？自己数。
小谢，你可想想办法帮帮他。小谢的事儿，咱们谁也管不了。为啥呢？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李大爷的事儿怎么做我都能理解，可是护理一个反动分子，我想不通。这就是谢护士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哎，写什么呢？我看看。不行。为什么？你不是说咱们俩一条心吗？哎，再说了，我以前写的报告可都是给你看的。你那是报告，我这是不行就是不行。行，以后啊，我的钢笔你也别用。不用就不用，你以为我稀罕？哎呀，我这支钢笔啊，可是彭总奖给我的。哎，你给我，大勇，你可别乱来啊！哎，哟，哎呀，你给我，弄坏了你可赔不起，给我，哎，给我。营长说平时多流汗，战场少流血，杀。新华社五月十二日发表的《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这篇文章，想必大家都看过了吧？看过。主席这次专门派我和陆丁一同志来参加助学大会，也是有目的。我们就是要向蒋介石政府公开宣布，尽管敌人占领了延安，但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还在这里领导着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我理解主席的意思，你蒋介石、胡宗南20万大军在陕北转悠了两个多月，反而被我们消灭了14000多人，这就给我们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党中央在陕北，蒋介石就没有办法从陕北调兵支援其他战场，这就叫骑虎难下。当时听说周副主席要来，我就心里直犯嘀咕，心想这不是把党中央在陕北的消息给泄露出去了吗？刚才周副主席和陆部长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也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呀。彭总，这样一来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周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我们的责任，请转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向解放军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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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班到。潘老师，是。向边区人民学习。向边区人民学习。感谢边区人民支持。感谢边区人民支持。居民庆祝清化扁、杨瓦河、潘龙三战三捷大会现在开始。三爷万岁！三爷万岁！居民团结万岁！三爷
有数万边区居民参加了我们的庆祝大会，这在我们陕甘宁边区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我们历史上也没有过的事情。我们面对敌人，我们的军队越战越强，我们的人民越斗志气越高，我们一定能够打倒反动派，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人民。我们请周恩来副主席讲话。野战部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三战三捷啊，今天我们特意在这里召开祝捷大会，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从去年六月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里啊，我们就消灭蒋介石正规军97个伴旅，共78万人，加上非正规军，总共是112万人呐、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啊，同志们！过去的一年，我们基本上是在内线消灭敌人。现在我们马上就将开始转入外线作战，对于夺取全国胜利，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有信心的。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信心呢？有。我现在告诉大家，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战斗。下面请彭总给大家讲话。是吧？党中央和毛主席还留在陕北，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支持。自3月19号到5月4号，我们呢平均每个月就消灭敌人一个旅，这个战绩超出了我们先前的预料，我们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英雄的野战部队，最关键的是有边区人民的帮助和拥护。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松懈，和人民团结一致，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蒋国军。今天任务完成了，咱们回去吧。我还等着看营长呢。那你留下来给我先走了。你不想见营长他们？当然想见了，但是今天不行，别走丢了，跟着营长。我都是大人了，咋能走丢呢？我先走了。哦，好像。哎呀。请检阅，检阅开始。是。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了民族！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那个会场？你终于可说中国话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想让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我讨厌你们的生活，你们都是疯子，都是罪人，都是战争狂。你说的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才是疯子，是罪人，是杀人狂，是战争狂。我恨你们，我也恨你们。你干什么？媳妇人，他要干什么？没事。你的爱人死在战场上，并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责任。我恨国民党蒋介石，我也恨你们。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现在在西北卡住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算是骑上了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的劣迹必将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灭亡的象征。掌柜啊，听到中共的电台对我的评价，你有何感想？这只不过是中共惯用的宣传方式。胡长官在西北的所作所为，那是有目共睹的。中共说我志大才疏，你也有同感。胡长官为什么要这样问？回答我。是。向晖以为，古往今来两军对峙，征战沙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然而对于胡长官而言，则不可以以成败论英雄。为什么？胡长官有英雄之志，亦有英雄之才，然而时势造就英雄。说下去。胡长官缺的是造就英雄的时势，如果不这样解释，一切都将解释不通。胡长官，对付陕北的共军需要从长计议，不可过于劳累。您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向晖啊，你到美国去留学吧，走得越快越好。向晖愿意留在胡长官身边，哪怕陪您说说话。我不要你陪着。你到美国留学的资金我全部给你出，去完成你的学业，我不能再耽误你了。胡长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儿
已经没有你的事了。是。胡长官，学生向辉向您告辞了。向辉这小子的确不简单。小明，这次你回西安的时候，抽个时间到南京去一趟，把夏帅给我接回来。您的意思是？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想成个家。是。你们的出击陇东作战计划我看过了，很好。毛主席在潘龙战役之后如何行动的问题，于5月5日曾电示你们，部队如肾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也必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四剿本土。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想法。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集结休整，不宜寻找战机，加之继续在延安东北地区作战，粮食供应也很困难，所以我们决定主力在安塞地区做短期的休整，以后出击陇东，歼灭其二马一部，收复庆阳、河水，然后相继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调动胡宗南的主力相继歼灭其一部。这些意见也电告主席。陇东二马借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机会趁火打劫，把边区陇东分区及三边地区的县城几乎是席卷一空，而且大有向东推进的趋势，严重威胁党中央，威胁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侧翼。我们先打他一下，是转被动为主动，将来可以更好地对付胡宗南。如果现在不打，南下渭北，看似牵制胡宗南、消灭其有生力量，但是二马会趁这个机会进军陕北。中央没有部队的依托，你们也很不安全了。听了你们大家的看法，我更觉得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顾虑。什么顾虑啊？部队西出陇东，在客观上证实了你昨天在驻捷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和主席还在陕北，那么这样，胡宗南就会疯狂地扫荡陕北。你们的安全是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打二马的时候，中央暂时到晋西北去避一避？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坚持留在陕北，就是要拖住胡宗南。我昨天在驻捷大会上宣布啊，主席和中央留在陕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让我犯难的地方啊。报告周副主席，中央来电。彭老总啊，
毛主席同意了你们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驻留警七团于县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增援的部队为什么走得这么慢？都三天了，就是爬也爬到孟良崮了。增财，各路增援部队正遇到共军顽强阻击，前进困难。马上给顾总统发报，严令各增援部队，74师如果出现了问题，责任要他们马上考虑清楚。是。喂，瑞泽，电话。讲。瑞泽，郑日来在陕北公开露面。什么？周恩来在陕北露面了。他公开宣称毛泽东还在陕北。宗南，你打算怎么办？校长，我的意思是动用各种手段尽快地找到毛泽东和共党的那些头头脑脑的藏身之处，实行抓捕。只要能抓到毛泽东，就是牺牲两个师也值得。不是两个师，宗南，只要是能抓住毛泽东，就是你的部队全拼光，只剩下你一个人回来也值得。这样吧，你5月25日飞南京来，我们具体谈一谈。是，请校长放心。新的转机就要来了。难道毛泽东还在陕北？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要搞一个勤王行动。史林同志，胡必成同志，祝捷大会一定开得很热闹吧？军民双方有日子没联欢了，能不热闹吗？哦，德胜同志，咱们三个就数他胡必成最有福啊。他有跑腿的福啊。哎，老彭那怎么样？你虽然给彭总发了电报，同意了他们的陇东作战计划，可彭总还是犹豫不决呀。又是担心中央和我的安全。是啊，彭总建议你和中央暂时离开陕北，等打完了陇东再回来。婆婆妈妈的，他不就是担心胡宗南的两个军吗？彭总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啊。史林同志，你敢不敢用你的昆仑纵队跟胡宗南这两个军打一架？这是彭总的事啊，怎么将起我的军了？你敢不敢？敢，是敢，但是肯定打不过。打不过就跑嘛，你怕什么？来来，我早就说过，蒋介石对于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啊，就像一个人打出去的双拳，这拳头是打出去了，可这胸口和屁股就露出来了。我们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我还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为了缩短战争的进程，我想让陈粟在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之后，相继南移，打他的左腰子；让陈赓南下豫西，打他的右腰子；让刘邓南插大别山，当胸给他一拳。这三拳下去，这家伙是非躺倒不可呀！好奇呀、啊，这真是个大胆的想法，出人意料。占领的大别山就拿下了进攻的主动权，东西南北游刃有余啊！占领了豫西，就切断了陇海铁路这个大动脉，困也把胡宗南困死了，好气呀、啊！嗯，可是要不把胡宗南这两个军调出来，那陈赓南下豫西，他们随时可能派兵增援，真要是那样，战局可就不那么明朗了。先设法让胡宗南向北，
然后陈赓呢趁机向南，最后逼着胡宗南不得不向南，陕北的问题也就连体解决了。到那时候啊，他胡宗南想往南也没那么容易了。真有点四渡赤水的味道啊。哎，老李啊，你刚才说不成熟是什么意思啊？陈赓南下收获肯定很大，但是风险也大。如果令其西渡黄河而不是南渡，那西北的问题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利弊得失我还在权衡之中啊。就是陈赓西渡也需要胡宗南北上啊。嗯，这样陈赓过河之后就可以直接威胁西安，甚至可以夺取西安了。所以啊，我告诉老彭啊，除留景七团于县地外，部队全部悉数隆冬。老吴同志，西安几点？熊向晖那边出事了。啊，是暴露了吗？向晖，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啊？啊，到了西安处理完一些杂事我就去上海，从那里坐船去美国。胡长官一向对你都很器重啊。是啊，对此我也非常感谢胡先生。哎，停一下。好像很留恋陕北这个地方，是吗？是啊，这里的空气总比城市的要干净一些，也安静得多呀。盛先生不这么看吗？只怕你到了美国就会很快忘记这里的一切。不会的。又迟到，想让我罚你是吧？不是，营长，你赶快回营部看看去吧。咋了？是教导员。哎呀，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先下去了。哎，功夫不错嘛。啥书呢？哦，孙子兵法啊，知道知道知道。当年啊，我在八路军总部的时候，朱老总、彭总还有左参谋长经常提到这本书呢。哎呀，大张厉害得很呐，借我看看点啊。借给你看，你看得懂吗？来，给我。你看得懂，我咋就看不懂啊？将来我还要写一本兵法呢，叫爷爷兵法。好，只要你能写出来，到时候啊，我一定拜读。哎哎哎，老王，我有件事跟你说啊，你别走。啥事啊？你走走走走走走。哟，你这还藏着酒呢？我怎么不知道呢？你知道了还能放到现在？哎呀，你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这可是违反纪律啊！谁违反纪律了？这李队长送我的。交情那是。来喝。你这没抽风吧？大清早的喝酒。我可是把你当成我的教导员我才请你喝酒的。哪那么多废话。来来来来来来。可是光有酒没有菜。
啊？哎呦，这吃饭的时候喝酒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现在不就我们两个吗？哎，喝！你要拜我为师，也用不着请我喝酒啊，做三个揖不就完了吗？要拜也得你拜我呀！哎呀，你怎么老打岔呢？行行行，那你说吧，到底啥事儿？真喝啊？你看啊，那天童总把咱们两个找去，说了大个子赵连根的事儿以后，这两天我这脑子里啊，哎呀，一直在打转转。这些天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想得我连觉都睡不踏实。你看，我是营长，你是教导员，咱们两个都是领导，同时获了一等功，这不大合适。你看这个事情这样办好不好？咱们由党总支出面向上级请求，把我这个功取消了，或者分给别的同志。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哎呀，天上的事咱们管不了，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再说。这恐怕……昨天陈旅长给我的，你写的文章都登出来了，你看看，这上面啊还加了编者的话，还表扬了我，说我周大勇对壕作战搞得很好，变佯攻为强攻。可是如果没有赵连根这些牺牲了的同志，那我算啥呀？是啊，我明白了。大勇，要让，咱们俩一起让。来，干！好，不愧是我周大勇的教导员，干！